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。今天我们学习最有效英语学习法——零基础英语课程一级第一课 Lesson One。希望你喜欢。OK，Let's start。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会表达拥有。比如，我有一块，我有一只，我有一顶，我有一辆。总而言之，量词后面呢，哎，你要跟上一些名词来进行表达。这样的句子，好，我们接着看。一，数字一，怎么说呢？One。中间的元音啊，比较短促。One。课本中的课，上课的课，怎么表达呢？Lesson。第一课，怎么说呢？第一课，刚刚我们学习了。一，one，学习了课，lesson，lesson，哎，我们注意一下中文的语序表达和英语的语序表达是一致吗？好，我们接着看。Lesson one。Lesson one，第一课，他把 lesson 放在了句首，把数字 one 放在了后面，这样表达就是第一课。Lesson one，lesson one，lesson one。Lesson one，我，这是第一人称单数，我，怎么说呢？I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？口型要张大，要让这个双元音充分的展开。I。拥有，有。怎么表达呢？这个词有两种发音，第一个发音是 have，注意舌尖抵住下齿龈，开啊啊。
啊，哈，哈，然后你的上牙齿啊，上齿轻轻地咬住下嘴唇，再发出这个摩擦音，呜呜，连起来，哈呜，哈呜，哈呜。第二种发音，中间的元音非常的省力，呵，同样用上齿轻咬下嘴唇的内侧发出的摩擦声，呜，呜，呵，呵，呵。一，怎么说了？对了，手表，哎，我们经常使用手表。这个单词怎么说呢？Watch，发这个音的时候，注意的是，这个元音是长元音啊，哇，接着注意这个音是，撅起嘴巴，啊，你的嘴巴一定要撅起来。然后呢，再把它连起来，watch，watch，watch。好，那么刚才呢，我们学习了我，想一想，我，I，有两种发音，have，一，one，快，啊，快，我们没有学，手表，watch。Watch，那么我有一块手表，怎样表达呢？I 对应的音标啊，上面的是单词，下面呢是音标 I。我有两种发音，一种是 have，一种是 have。一，one，手表，watch。那么我们翻译过来呢，就是我有一手表。哎，我们发现没有啊？One watch，一手表，它这里面缺少了量词快。那么英语里面呢，没有量词的表达，它用数词直接代替。One watch，意思就是一块手表。所以这句话它的中文意思就是我有一块手表。
have 有两种发音，have，have，我们用哪一种呢？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经常使用的是 have，是这个发音，have，have 是需要连读的时候，说话非常快的时候啊，常常用这个 have，我们称它为弱读啊，这个呢，语法知识在相应的学习过程当中，我会逐渐给大家进行讲解。好，这样这句话它就变成了：I have one watch. I have one watch. I have one watch. 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学习一个词，这个词中文意思是一，任一。每一，它的意思呢是冠词啊，是一个冠词。一，任一，每一。注意这个 A R T 点，它的意思是冠词。冠词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不是字母吗？字母我们知道是 a，它的发音是 a。那么，如果当单词讲，它的发音也可以是 a，这个音是最省力的音。啊或者发音为 a，这个词是冠词一的意思。我有一块手表。刚刚我们学习了我有一块手表，你还记得怎么说吗？我有一块手表。怎么说呢？I have one watch. I have one watch. 好，那这里面的一块，以前我们学习的是 one。One watch，一块手表。现在呢，我们又学习了一个一，就是冠词。它的发音有两种，一种是 a，一种是 a。哎，我们可不可以用 a 来替换学过的 one 呢？可以是吧？I have 有，或者是 have 一个 a，或者是 a 手表 watch。这句话可以读为 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
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去除，这样它就进行了对应。我，I 有 have 一 a 手表 watch。I have a watch。注意，它的句尾呢是句号，它的句号是用一个实心的圆点来表达。那它的语调呢就要用降调，降调就是 watch。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 当你重复的次数多了以后呢？哎，你的英语就会变得流利起来。这个时候，第二个单词 have 和第三个单词 a，它需要有一个连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发音就变成了 v，我们再读一遍。I have a watc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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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机。这个单词怎么说呢？我们经常使用的手机，现在几乎人人使用，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它了。手机。cell phone。cell phone。cell phone。第一个音是 s，第二个音 i，轻启唇 i s i s s，然后你的舌尖去抵住上齿龈，o o，舌尖抵一下就发一下。哦，这样呢，我们把它连读，cell cell 拼在一起，s i c，然后舌尖抵住上齿龈，o cell cell，接着这个音是 f。这个音呢，是用你的上齿轻咬下嘴唇的内侧发出的摩擦声。这是一个双元音，由向物滑动。fall 发到这的时候呢，注意。最后一个音非常重要啊，这个音非常重要，用舌尖抵住上齿龈般呢这个位置，抵住它，这个时候让音顺着鼻腔出来啊，顺着鼻子、鼻腔。舌尖抵住上齿龈的时候，你抵一下。
这个时候你的嘴是不是微微的开启着呢？千万不要闭嘴，要口型是微张的，口型微张，然后让音顺着鼻腔出来。这句话啊，这个单词它就读成了 cell phone，ce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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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hone。我有一部手机，怎么说呢？我们想一想，我，I 有 have 一，可以用学过的 one，还可以用冠词 a。手机，刚刚学过的是 cell phone。这个不呢，哎。英语里面没有量词，我们直接用 one 手机就可以表达。我有一部手机，怎么说呢？我，I 有。Have 一个一部 a 手机 cell phone cell phone 我有一部手机 I have a cell phone。I have a cell phone。那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可以把 have、和 a 连读，它就读成了 have，I have a。I have a cell phone. I have a cell phone. 书，这是经常用到的啊，我们读书、写字，哎，知识从哪里来呢？最开始。就是从书本上来，书怎么说呢？book，book，book，book。元音，or，or，b，or，b，book。尾音这个 k 要读的稍微轻一点，k，book，前面的音呢稍微重一点，同时呢中间的这个元音要非常的干脆，不要拖泥带水，bo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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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一本书，怎么说呢？想一想，我怎么说？有怎么说？一本又怎么说？书怎样说？然后呢，把它们连起来，
我有一本书。好。I have a boo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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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悉之后呢，再加快速度。I have a book. I have a book. I have a book. 哎，那么 have 和 a 连读，have，I have a book. I have a book. 句尾呢，用降调。I have a book. 小汽车，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小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。小汽车怎么说呢？Car, car, car。啊，第一个音呢很容易。第二个音也很容易，r r r car car。那么这个音呢，哎，就是英式英语的发音。英式英语 car car。美式英语呢，比它多了一个 r。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儿子的儿，哎，这个容易理解吧？儿，也就是说，car 像儿滑动，读成 car，小汽车。我有一辆小汽车。这句话怎样表达呢？我怎么说？有，用英语怎么说？一辆。注意，英语当中没有量词啊，没有这个数量词，只有数词。没有量词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量词直接合并到数词里面进行表达。一，小汽车，哎，我有一辆小汽车，怎么说呢？你心中有数了吗？I have a car. 我 I 口型张大，把这个双元音呢要发得饱满。I have 舌尖抵住下齿龈，口型张大，嘴角夸张地咧开。Have a Have，注意这个摩擦音，用上齿轻咬下嘴唇的内侧。Have，这个音最省力。Car，小汽车。注意。美式发音里面，它的尾音呢有一个儿化音，所以呢要把它
发出来，car car。I have a car. I have a car. I have a car. 熟悉之后呢，我们把 have 和 a 连读为 have have I have a car. I have a car. 自行车怎么说呢？Bike, bike，哎，中间的元音是 i，这是一个双元音，所以呢，你的口型要张大，把音要发到位。它是由 r 向 e 滑动，i, by, bike，哎，这个尾音 k 不要发得太重。Bike, bike。好，我们又把名词进行了替换，这次换成了自行车。我有一辆，我们都很熟悉了。我，I，有，have，一辆，可以用 one。也可以用冠词 a，最后加上 bik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I have a bike. I 双元音，口型张大，要把这个音发到位。I have。舌尖抵住下齿龈，口型张大，嘴角夸张的咧开。啊，have，注意上齿轻咬下嘴唇。have，这个音最省力。bike，中间的元音是双元音，要把它发到位，口型要张大。bike，接着是 k，bike，连起来说，I have a bike，I have a bike，第二个单词 have，它的尾音 v 和第三个单词 a 连读。v，上齿轻咬下嘴唇的内侧，v 加上 a，v，I have a bike，I have a bike，I have a bike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今天。我们要学会表达，我有一块，我有一只，我有一辆，我有一本，等等这样的句子。想一想，今天我们都学习了什么句子呢？好，我们来复。我有一个，你就用 I，我 have 一个，用冠词 a 来表达。后面的物品呢？比如说，我有一块表。I have a watch.
我有一部手机。I have a cell phone。我有一本书。I have a book。我有一辆小汽车。I have a car。我有一辆自行车。I have a bike。我有一块手表。I have a watch。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 我有一部手机。I have a cell phone. I have a cell phone. I have a cell phone. 我有一本书。I have a book. 我有一辆小汽车。I have a ca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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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一辆自行车。I have a bik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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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该轮到你了。It's your turn now. 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watch. I have a cell phone. I have a cell phone.
a book. I have a book. I have a car. I have a car. I have a bike. I have a bik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. See you.